先排呢我哋讲过一期有排，我话咗呢仲有排讲㗎。咁呢期呢题目上面呢就有返个牌子啦，卖排档。咁咪有个牌子好讲啦，係咪呀？大排档嘅起源啊喺香港。咪啲街边嘅露天卖熟食嘅档口。咁最简陋嘅大排档呢係流动型嘅。一架单车或者三轮车，咁就装齐所有架生同材料。不过啊，呢种咁嘅简陋嘢咧，系梗唔够人争嘅。咁慢慢啦，更多嘅档口啊，就中意啊，揾个位置相对固定嘅地方，准备好一啲台凳俾啲人客坐。咁由于大排档啊，即点即炒，够晒镬气，食物啊新鲜美味。風味獨特之餘啊，價錢咧仲比起正規嘅茶樓酒肆咧平得多，咁所以咧就好受打工一族嘅歡迎。咁打工仔啊，到咗夜晚先得閒去消費嘅，咁所以咧大排檔啊，多數做嘅就係宵夜嘅生意。夜色之中，約埋一班知己老友去大排檔嗰度坐低，叫個檔主，哎炒饭几味，整支双蒸或者几罐啤酒，咁喺度车天车地啊，都系人生嘅享受。咁越夜啊越兴旺，就系、是、大排档嘅一个特色。而另一个特色咧，就系、是、好多嘅行代术语隐语出现嘅喎。咁譬如白饭啦，佢叫做靓仔；干炒牛河啦，叫做济水；白粥啦，叫做妹；净河粉啊，叫青山。哈，据讲啊，系由于咧过往啊嚟帮衬大排档嘅有唔少系啲三山五岳嘅人马，啲伙计咧就好怕正常咁讲嘢啊，唔经唔觉啊会触犯佢哋啲乜嘢嘅秘忌。踩身佢条尾就唔得掂㗎嘛。咁所以呢就衍生出咁多嘅替代词㗎嘛。喎。咁而家呢你去到香港嘅茶餐厅啊或者大排档啊，都仲可以听到呢啲咁嘅好得意嘅叫法㗎。咁呢样嘢呢就应该算係大排档文化囉。咁大排档呢三个字啊，有人睇到咧就顾名思义咁去解佢，话系咧因为啊呢啲档口咧成行成市咁样喺街边一字排开，咁所以就叫做大排档咁啊。不咁讲法咧，其实系错。真正嘅起源啊系咁噶吓，早期嘅香港政府啊对食肆咧就有一定嘅规管。包括工商啦、卫生啦咁等。咁对于嗰啲合格嘅飲食档口呢，政府啊会发一个经营牌照俾佢哋。咁呢种牌照啊面积好大，比一般嘅流动小贩嗰啲要大以示区别。咁大排档嘅老细啊就会将呢一块牌啊挂喺档口当眼嘅地方，咁一来咧就应付相关人员嘅检查，第二嚟咧亦都系充当招牌嘅作用，表示自己嘅档口啊通过政府嘅认证，质量有保证，比流动小贩要高一等。咁于是乎咧，拥有呢个大牌照嘅档口啊，就俾人叫做大排档啦。咁到咗而家咧。大排档啊已经身价高咗好多咯，原本露天嘅简陋嘅大排档呢已经变成有瓦遮头，就仲有装修有包房嘅大排档式嘅餐厅。咁嗰个大牌照呢亦都换成纸质嘅营业执照。咁如果你够细心嘅话呢，喺好多嘅餐厅嘅柜台嗰度啊，都仲可以见到用镜框装起嚟嘅嗰个营业执照同埋卫生牌照之类嘅证件嘅。咁呢啲呢都可以算係当年大排档文化嘅延续。讲完大排档，下期我哋再讲下明火白粥啊，记住准时收睇啦。